2018年已经到来，在今年有哪些网红的人气是比较高的呢？最火的网红是谁呢？天佑 4006.0 万粉丝，全网一哥，人有善念天必佑之，至尊主播 4,000 万粉丝，散打哥，快手二哥 3350.7 万粉丝，号称快手二哥，无人撼动，超级主播 3,000 万粉丝，排排齐，快手三哥 3029.0 万粉丝，社会摇众万人迷海鼠牌家排排齐，超级主播 3,000 万主播，二驴，快手四哥 2821.1 万粉丝，目前快手人气王，白金主播 2,000 万粉丝，高迪，快手五哥 2646.4 万粉丝，目前有点颓废，白金主播 2,000 万粉丝，方丈，快手六哥 2517.9 万粉丝，快手神话方丈回归，快手无人能比，白金主播 2,000 万粉丝，王乐乐，快手七哥，唯一的不幸交到了马蓉一样的女朋友，不喜欢小清明的可以滚了，在下先滚为敬。